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北国际资讯站，我是吴祝玉，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你好，我是台北爱乐歌剧坊的音乐总监朱俊强。我下来这边好像要推荐那个10月4号晚上7点半，在国家音乐厅，好，我们台北爱乐歌剧坊的年度大戏，好，莫扎特的歌剧《Don Giovanni》。那欢迎大家踊跃来听，好，那这个戏蛮好看的，而且我个人觉得这是莫扎特本人最成功的一个戏剧，好，然后而且他运用到所有他一生中用到的所有的音乐语言，那几乎是可以说是他集大成的一个作品。那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收听由吴祝玉小姐主持的台北国际资讯站的节目。哇，谢谢邱云翔老师，谢谢。